你好多水饺啊、哦！我把它擦掉了。不要，好。对啊，你看它都有点臭了。不要擦这个，不要擦，你先擦。来这边赚钱，快点！我先点了一张饼，先摊在上面。啊！葱油饼。给我。招牌葱油饼。嗯。招牌酸辣汤。给我这个。等一下。这个。招牌没有问题。招牌，妈咪最喜欢吃酸辣汤了。好吃。啊。来。先姨先吃吃一片，你不敢，你敢吃里面的绿绿的菜吗？这个我敢吃。你确定哈？不敢吃，我敢吃。啊。那哥哥再给我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爸爸，我等一下要吃两片。好。等一下我还要再吃。好。葱油饼好吃吗？还有我还要吃，可以吗？那我看。我要吃两个。嗯。好好吃哦。嗯。这个。嗯。救命！救命！啊！小水饺。招牌水饺。妈咪，我夹了。不行，还要煮一点。妈咪，妈妈煮。加一个啊！加一个，妈咪我要吃。你水饺好吃吗？什么味道？跟妈咪说，一模一样。嗯啊。有贝壳里面的那个味道。嗯、真的？你喜欢？你喜欢啊？我跟他说水饺好不好吃，跟他讲。水饺好吃吗？大声一点，太小声了。好吃。什么味道？咸咸的。你的就还要好吃。开始。这好好吃哦！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拜拜，爱你哟。好好吃哦。这好吃哦。救命！